剛才我第一次聽呢，我覺得他好像莫華倫大哥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咁身邊好多人討論啦，剛才有記者喺度嘲笑我啦，有記者朋友嘲笑我，有冇搞錯啊？咁 hit 嘅嘢未睇過，我剛才終於都有幸喺大家手中睇到啦，咁樣。咁我覺得，但係都好開心啊！即係既然難得喺年尾帶到歡樂俾大家，好緊要。但我想問他參加緊咩活動？大陸啲商場。哦，商演啊嘛。啱嘅，你知唔知商演咧，成日聽唔到自己嗰把聲嘅，因為嗰啲台mon啊，或者當地嘅人太過熱情，你聽唔到自己把聲，所以佢用莫華倫式唱法，我好明白喎，好明解喎。我有時都會唱最愛糖糖。請問你有冇興趣上嚟勁哥唱《倒轉地球》啊？陶大宇大哥，來吧，倒轉地球。我就係識唱呢句，係啊。如果有機會都是很射的，因為我勁哥是很需要很多新的元素在裡面，特別是前輩上來。